네, 나를 웃지. 아마도 많이 넘어 또. 저 내 하나만. 对啊，有手剩呢。去吧，那就继续，继续驱逐。我是想把守生打完，每天都打不完守生也太惨了。你是一个守生打24小时还没打完，打不完，太弱了，更真的。哎，走错边了，雪特的。在逛街，有人在狙击我。舞台的，就我，而且我往 SPG 接近中。这真的退也没有办法、啊，下一场吧。那我换八阶啊。八阶哦。超攀。痛苦的5到8阶。哇，你超攀是什么弄？
包你看。好呀。可惜，可恶啊！哇，还有一堆守身要打。换一台。四阶的。等一下，你先去报名。可是这样我也不能打，不然就先按吧。你可以停在那里，躲在草丛。因为你冲出去爆炸跟停在那里有时候其实是一样。搞不好刚好有人冲过来，你把他打爆了。所以这个游戏是还蛮有哲学的，不是冲得快就是赢，也不是 AFK 就一定不行。
撞爆了。到处都是坦克。进来叫救命。再开一场吧。
对啦，先被别人打爆了。最も総合の弱いところを狙って。敌人在哪？对哦，装填早めね。はい。発見しました。到呢，装填完了。还没有敌人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看不到敌人。
到，打不到。也不知道敌人在哪。点点用撞的，五阶车就用这样来撞四阶车，对吗？哥，你这样刀刚打到现在都没有赢呢。对啊，太惨了。
都没有一场赢啊。太惨了。可是虽然如此，还是慢慢累积到 我要的点数。通常来说啦，如果这样就先不要打好了。嗯，是啊，但是又不是在打第三。打不到。他去哪？啊！被林台打爆了。
好吧，休息吧。个人都没赢呢、欸。对啊，休息。那我去，我自己打。好。咳嗽。
靠呀！都走中间，太诡异了。
OK 全社ゴーアヘイ装填完了靠要哪里来的五阶去对六阶欢乐的战车game
先到这里段落。